那基本上我还是要鼓励你们一下，尤其是反二前辈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超越你哥的，对吧、啊？然后，那就希望你们以后可以继续打比赛，然后就在边边发展。相信，我觉得今天双方大家的成绩都差不多，然后如果你们在真的。